各位观众，我叫袁小田。自从《醉拳》那部电影我演出苏花子以后，多谢各位观众垂爱和捧场。老实说，我对苏花子这个人物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她诙谐、风趣、武功高强。现在金鼎电影公司拍摄。 醉侠苏花子角色开正了我的戏路，还有我苏花子最近收了一个女徒弟，武功高强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人长得还很漂亮，我叫她出来啊。嘿，静花。 师傅，什么事啊？我介绍你给观众认识认识啊。我告诉你们呢，他在戏里头呢叫金花，本名叫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叫杨盼盼。对对，叫盼盼，他的武功很好啊，在《醉侠苏花子》里头呢有精彩的。希望各位观众对我们师徒两人多多指教，多多捧场，谢谢。 哎，去去！嗯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给你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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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